分开。这是华夏文明的舞台，把最美丽的语言融入血脉。踏上新时代的节拍，我们豪气满怀。生命有自然光，人民更加好爱。我们跨步新征程，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您现在正在收看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视戏曲频道在上海天蟾艺术舞台为您带来的戏曲频道开播20周年系列演唱会的第四场。2001年7月9日，中央电视台戏曲频道隆重开播，成为全国首个戏曲类专业频道。传承发展戏曲频道，弘扬优秀传统文化，守护民族艺术的瑰宝。同心筑梦，戏曲频道拨动新时代的琴弦，奏出与时俱进的音符。今天我们相聚在黄浦江畔，回首百年波澜壮阔，深情守望，共同唱响阳光雨露20年。我们一路走后来，历史在此熔铸，艺术在此盛开。这是华夏文明的舞台，把最美丽语言融入血脉，踏上新时代的节拍，我们豪气满怀。20年驱逐善良，20年传习根脉，我们20年凝聚最深沉的爱，凝聚最深沉的爱。20年的沉寂，20年的承载，20年驱逐善良，20年传习根脉，我们的20年凝聚最深沉的爱，凝聚最深沉的爱。20年的伴唱，20年的华彩，20年初心未改，20年继往开来，我们跨步新征程。在赣南革命老区，漫山遍野的映山红就犹如共产党人火热的青春年华，他们为了共产主义的伟大事业不畏艰险，视死如归。京剧映山红就为我们再现了那段饱含热血与信念的火红岁月。
亲须懂得慈母儿情。蒙山高，沂水长，好红枣永难忘。革命战争年代，那些普普通通的农村妇女，用她们真挚的情感，表达着对人民军队的无比热爱，展现出国家危难之际，军民齐心抗敌、肝胆相照的动人画面。Thank you.
智取威虎山讲述的是上个世纪40年代解放军剿匪小分队在东北茫茫林海雪原中惊心动魄的战斗经历，全剧气势宏大，其中许多经典的唱段更是脍炙人口，广为流传，让我们一起来欣赏。你们到底是什么队伍？到深山老林干什么来了？老乡，我们是工农子弟兵来到深山，要消灭反动派，改地还天，几十年闹革命南北转战，共产党毛主席指引我们向前，一颗红心头上戴，革命红旗挂两边，红旗直出云散，解放军人民都到生番，人民的军队与人民共患难，到这里为的是扫平威虎山。早夜盼，晚夜盼，望出问双眼，怎知道今日里大渡飞进深山，救穷人脱苦难，自己对我来到面前，情人哪我
长征，是华夏大地上气吞山河的英雄壮举。接下来的这两首长征诗词恢宏壮美，颂扬了中国工农红军顽强拼搏的革命品格。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重温那段艰苦卓绝的历史，感悟长征的波澜壮阔和精神价值。Oh!
在党的百年风雨历程中，一代又一代中国共产党人前赴后继，不懈奋斗，开辟了伟大道路，建立了伟大工业，铸就了伟大精神。红岩是代代相传的经典故事，它成功塑造了共产党人的英雄形象，传递出的坚定的信仰与力量感染了无数中华儿女，成为几代人集体的记忆。
等闲识得东风面，万紫千红总是春。中华文明绵延五千年，留下了宝贵的精神文化遗产。今日的中国正以崭新的面貌屹立于世界之林，就让我们携手奋进，共同祝福祖国，唱响迎春曲。Thank you.
间是以和平解放北平这一历史时期作为背景，讲述了党的地下工作者与敌人展开的殊死博弈，充分表达出共产党人对民族命运、国家前途、革命事业所饱含的赤子深情。让我们一起来欣赏。
水之小英之人互不见，我似那空中像水淹，这彷徨脚步稳，将何就是明天，我要率领我的飞行大队，带上我的亲人，一同飞往共产党的解放区。是联合，我要带上家人，与微臣关山难阻挡，奔行民族音乐丰富多彩，为京剧提供了丰厚的创作素材。柯山红日和戴诺讲述了在党的领导帮助下，藏族和景颇族人民翻身求解放的故事。这两个剧目都带有鲜明的民族风格，多年来一直深受广大观众的喜爱。一起来欣赏。怎能高过
叫天机许多金皮不脱身，快马加鞭去报回城。
剧《延安军民》讲述的是在西北战场，党领导的军队与敌人殊死搏斗，最终以少胜多的故事。这出戏首演的时候，剧中张连长的扮演者年仅24岁，如今已是耄耋之年的他，将会为我们带来这出戏当中的精彩唱段。掌声有请京剧名家尚长荣。曲唱支山歌给党听，响彻大江南北，广为流传，凝聚着几代人对党的无限热爱和向往。接下来您将欣赏到的这首经典作品融入了京剧元素，以全新的京腔京韵为我们的党献上深深的祝福。唱唱之声
说到花木兰和穆桂英这两位巾帼英雄，可谓是家喻户晓。不论是替父从军的花木兰，还是文武兼备的穆桂英，在戏曲舞台上都有着浓墨重彩的演绎。接下来，让我们有请来自于重庆、上海的京剧名家为我们带来精彩演唱。
京剧作为国粹，兼收并蓄，博大精深。经典剧目作为京剧艺术传承发展的重要载体，不仅体现着极高的艺术审美价值，同时也传递出中华民族深沉的精神追求。接下来的这组经典剧目，无论是老当益壮的奋勇拼搏，还是亲民爱民的公仆精神，亦或是保家卫国的家国情怀，都体现着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一起来欣赏。我愿不完。
者该升官的，哎呀，只有我一条家官。愿以为此番升官不能那做个宦官的官，有谁知我这大官头上哎呀还压着官侯爷王爷他们官高官，偏要我的小官神神大官他们本来是宦官的官，那我这卖官的官是这怎能管大官官的官官官的官官没官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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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叫我怎做官，我成了家在石头缝里的呀别乱。
庙堂我敬礼，纵然是断头太长，留下了浩然正气亘古长春晚呢台。经硝烟战火，那些抛头颅洒热血的英雄如一座座丰碑伫立，如今国泰民安，穿越百年风雨的奋斗精神激流澎湃，奔腾不息。站在世界的东方，我们挽起臂膀，共同创造永恒的辉煌。
就是树的太阳，心中啊有你，我们挺起自信的脊梁，心中啊有你，我们决心在世界的东方，世界的东方。流芳，我们坚定文化自信，启航再出发。气韵袅袅，我们坚持守正创新，再创新辉煌。让我们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同心同德，顽强奋斗，乘风破浪，扬帆远航，奋进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征程上，为实现第二个100年奋斗目标，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努力奋斗。戏曲频道开播20周年系列演唱会第4场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朋友们，再见。再见。